太夸张了，没有人比这还高了吧？给我试试，给我试试。长长的就行。你在干嘛？持续。对，持续。最高的一次。满天，吓我一跳。哦，对不起。哎，你下来玩玩那个呐喊喷泉。我不玩。啊？我累了，我不想玩。你试试，特别好玩。我不想试。我什么都不想干。啊？我什么都不想干。好吧，那你歇吧。你看他这像不像个小男孩？扒人家玻璃，扒人家窗户，扒窗户的小孩。我们刚玩一喷泉，特好玩。都不去参加一下喊泉的互动？我累了。你也累了吧？累了，身体上的疲惫。脚在这儿走软。这个是什么？我不知道，我太靠近你了。算了，我给你重新起一个外号吧，不叫苏坚强了，叫苏暖暖。你看，扒你们家窗户，砸你们家玻璃，苏暖暖。车喽，又来了。哎，婉婷，小怪给你联系了吗？怎么了？那个，他说狗怎么了吗？没有啊。你把你手机给我。我自己跟他联系。不是，如果是药的话，药的事儿你不知道。哦，我先联系一下。因为我们家有一只狗今天生病了，然后我就问他，我说你带手机了没有？我说那个，你知不知道年年生病了？然后他那时候。好像就是跟我说话的那个镜头就有已经开始有不一样了。你联系上了吗？没事儿，就是你咳嗽加重了，带他去医院了。怎么厉害法啊？就是我妈说的咳嗽的比平时要厉害，喘的也厉害，怕那个心脏又加重了。但是 是我妈一般都比较血不一定有那么严重。我一会儿问问医生吧。